艾特你们的姐妹吃夜宵啦。今天是接受粉丝挑战的第四天，竟然让我深夜挑战一顿只吃九宫格网红夜宵，每个必须两口吃完。说完就是我的，我就先来一个我最中意的爆辣火鸡面，你们最中意哪个呢？姐妹们，我这一口牛不牛？第二口真爽，对于这个铁板鱿鱼串不是小意思，这小孜然味妙啊。嗯，这个还是两个，想你了，还是进口的章鱼小丸子来了，直接来个丸子串，快乐直接翻倍。再来第二口，里面真的有章鱼肘，哎，吃的有点干吧。来个汤汤水水的福鼎肉片，里面还有小芹菜呢，那么还挺快。再来这个全场本臭臭豆腐宵夜，这三个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困难。早晚都是我的。剁椒卷饼面筋你们没吃过吧？没事，我替你们吃。果然这包着饼更好吃了。螺蛳粉来了，姐妹们，这锡纸炸弹都得占我一大口啊。嗯，吃满了酸辣的汤汁，到了嗦粉时刻。别说了，下一个目标五指生煎，为了能多吃咱还是给它搞成串，直接一口秒，里面还是灌汤的呢。再来第二口，又是我的了，这肉馅真是香，哈哈。最后一个大鸡腿子，先手动的脱个骨，第一口，这年轻人，我靠，嗯，居然烤的是蜜汁味儿，真的好下去，太满足了。